实节庆它是感情的一种工具哦，记得哦。节庆是咱农业时代阿妈用节庆来比如咱查某人的嘴，讲起咱查某人爱较甜的，唔通一支嘴那节庆几个，女人三支就较经济，小菜起来。现在有水晶男人有两款心啦，那叫做六月挂彩，水晶心啦吼。来，那我们继续往前。那小三，你再把它颠倒过来叫做什么？渣男。哎，其实一个闽南人的一个话语啦。哎，所以讲啊，这是台湾生活当中，先你讲怕开啦。但是渣男讲嫁人在本来一本红布衫，来收看看这个男士。人讲坐牛打无滚，坐过你就无地滚。但过咱这小姐，我甲恁讲，嘿，不等我看，迄种共骗的。如果我话人讲甘愿嫁人打汤未歹，嘛唔愿嫁人什么？真正厉害，甲恁掌声鼓励鼓励。嘿，所以要等我吼。嘿，来，今仔四句简单讲来做参考，金文玉语拢是对啦。嘿，听恁若是有清楚，请恁家伙拍破啦，来，好嘞，好嘞，袂歹啦。听恁的听先来，叫恁爸爸高兴嘛不用。哎，祝恁下在王冠冠，哎，万事通，身体健康，祝永长，好不好？嘿，三分好胜，广播太好了，好啦！我多甲咱唱一句尔啦。走三弯，改换素衣呀，飞龙山。哎，来接下歌，这里来。哎，我也没有，这里老了，这里老了。大家请一些，这里讲吗？哎。来，富人社区，富人社区的各位嘉宾，掌声欢迎！谢谢大姐，好吃了，好吃，好吃啊！好，别讲，阿爸，吃饭爱过安尼哦。我们一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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